来继续吧，李白问秋凰。哪几天刚几天玩的时候还挺爽，玩久了感觉也就这样是吧。噗噗噗，这边我们两个射手，对面一个射手，我们这边肉偏少，反正也都匹配猎英雄居多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援军出击！他们应该不会来反野吧？阿柯打野而已。有没有强势英雄过来可以反？我操！红 buff 被人戳光了，其实我应该要先去对面家里的那边偷野是吧？算了算了，也来不及了。没有漏，可想而知下路多难守。先离开吧。我就在那里等待的，按惩戒，赶紧四级，赶紧四级。欺负我四级前，哎呦他！这什么鬼？就这样让我们砍赢，一个加吧。我的天啊，还想说就这样回个家。其实刚才把他打完就应该回家了是吧，不该烂蛋啊。剑之所至，心之所往。你别射！这草丛还有两个人哎！我们都死了。
哎呦我去啊，这梦琪真烦人。完了完了，安琪拉也死了，玩火自焚。忘了对面还有个阿珂，我操！不过还好，蓝胖虎是拿下来了。快打了，把他们分线都清光。这个阿珂太烦人啊，动不动就隐身。打完吧，直至地老天荒。打到现在我就按等级还没加满啊，安琪拉一个人无人相助啊，这死人那里好可怜。让他给跑了，这么多了。啾啾啾！这个大招呼不死他，我去，这群猫这么爆、啊！哎，这梦琪怎么这么猛？不应该呀、啊！超死人了都，我靠！射死他，应该终结了。其实我刚才可以跑的，我是想炫一下。回去丢一个大招，没想到丢死了，好像自己的丢了，直接丢死人。估计我的蓝被打掉了，就知道。刚才我看到阿珂，隐隐约约看到阿珂往这边走。
妈的，这个也没有了。快就打黑暗暴君，刚出来的黑暗暴君，新鲜出炉。我的天，他这大招伤害这么高，是我大意了。我操，这么土，香香你在我前面打干什么呀，我的天，你在后面打。我靠，他是攻击型的呀，光攻击的都怎么这么难砍啊。这局又打废了。靠，主宰都被他撸了，这么溜。
就能投进。拍不死这个梦琪吗？他出了一个攻击装，防御应该很弱的才对呀，是吧？哇，香香好可怜，怼一下就死，怼一下就死。香香经济差太多了。太烂！嚣张！为什么怕我不追我？我的天，这他妈的太漏了，差点再给他打就死。可以打的，先打个蓝 buff。我去，这他喵的找他不过来，就为了那个蓝发我已经有蓝发给他射死。阿珂真他妈能躲，然后用一个百里守约一套射死吗？哎，没有射到我，这是阿珂。阿珂是红色打野的。这个梦琪到后期就不行了。梦琪后面露不起来了，装备大家都起来他就不行了。永生不过是场幻梦，为何所爱不朽。梦琪现在露不起，
种慢才出我的虐人。这吕布竟然打不动。梦琪在烂呀，梦琪在烂，不对不对，就这么不停的刷，现在还有那个百里守约在那暗算，绝望吗？梦琪啊，绝望吗？梦琪啊，绝望。叫你小子团，荣耀时刻是什么鬼？荣耀时刻，李白已陪伴您219个日夜，祝您超神超过10次，和你一起战129场，送你获 MVP 超过10次。此刻，特赛是重要猪。哎，这怎么关？我操！你以为你的李白够得了一款混熟还是什么的？是没吧？啊，不敢。